夏天真的觉得很怕，就是炎炎夏日，又想说要穿会透风的单品。那这件大家会喜欢，因为呢，它是针织，好，听到针织有点怕，但是它是那种凉感的透针织，完全不会闷热，就是你单穿就是会看到里面内里。所以记得哦，一定要配小可爱或是 bra top， 就是很简约。但是你看我的领口，看我的这个连袖的这个立领。就整个剪裁很漂亮，然后我觉得是上班可以穿，职场可以穿。袖子的部分是做连袖设计的，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车缝线，然后呢它就是袖子会有点立立的感觉，它遮住你上段最肉的地方，所以它其实这件设计算贴心。那衣长的部分呢，是遮盖住你的三分之一的屁股的，弹性非常的好哦， S 到 XL 皆可穿。来，我身上是杏色，边边跟我其实是有点闺蜜穿搭，因为我们只有上下上身颜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